小土豆子，小土豆子，你整天叫我小土豆子，小土豆子是你叫的吗？我就问你，不是回家吃饭？我不回家吃饭，哪条规定我下了班必须回家吃饭呢？你丫回不回？站住！小米粒儿啊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个态度？啊？我对你不好吗？你一天到晚你跟着我干什么？我找个对象好好谈恋爱不行吗？管我吃不吃饭呢你？你告诉家里人，我今天不回家吃饭，我咖啡馆我谈生意，你管不着。干嘛你啊？你爱上哪儿上哪儿？嘛这是？小姨夫。哎，小米粒。有病。小姨夫，我没说你有病，我说二姐夫。谁？钱志峰。钱志峰怎么了？谁让他怎么了？最近就跟吃枪药了，逮谁跟谁吵吵。刚才我叫他回家吃饭，冲我一顿喊。前两天我给他打电话，莫名其妙把我臭骂一顿。我正找他呢，人呢？他说上咖啡馆了。上哪儿？咖啡馆。我去收拾他。你这样，你先回家吧，没你的事了。一会儿到咖啡馆来接我们回家吃饭。哦，好嘞，我走了，小姨子。收拾不了他了。我跟你说，这也不能怪这个钱顺风吧。你想想，生活压力太大，那一个大公司那么多人都归他管，生意呀、啊、什么签合同啊，什么报表啊，所以说压力大那也不能是你发脾气的借口啊。等我到了咖啡馆，我先收拾他再说。圆圆，欢迎光临，请问您要喝点什么？啥也不喝。哎，最近咋了？怎么这个服务态度越来越好了？郭哥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老板最近要求可严了。啊，来来来，我跟你坐会儿聊会儿天。啊，我们不让坐。坐下，还没人。哎呀，圆圆啊，待会儿帮我演一个恶人好不好？我不饿，我吃过饭了。能不能不闹？凶恶、恶毒，演这个？对谁呀、啊？钱顺风。他咋了？哎呀，你甭管了，一言难尽。我跟你说，他待会儿什么态度对你，你就什么态度对他，明白了吗？态度。是，他最近来我们这儿，就跟谁欠的钱似的，烦人。所以说，待会儿报仇的机会就来了。行。哎，不行。他万一上我们老板那儿投诉我，我这个月的奖金可就没了。那点奖金我给你扣了，哥给你补上。行，看我怎么收拾他。哎，你反正也得控制点啊，待会儿别打起来。哎，放心吧，他打不过我。帽子有点歪了，调一调。哎，我待会儿啊，我过。钱顺风，走后门，这也能过去。好，现在我盯着你们啊。好嘞，你别忘了给我那个奖金的事啊，我知道，给我，你放心吧。好嘞。云云，云云，云云。干嘛？你吓我一跳。你没看见我在这睡觉呢？上班时间你睡觉，你管得着吗？干嘛？来杯咖啡。咖啡咖啡，喝什么咖啡？哎，你咖啡馆你不让我喝咖啡？我是问你喝什么咖啡。你这个人说话有毛病，语气不一样意思就不一样。你随便吧，随便来杯咖啡。没有随便咖啡。哎，我说大个子，你今天怎么了？我心情不好，我告诉你，小个子。你心情不好跟我有关系吗？我是顾客，注意你的服务态度。你什么态度对我，我就什么态度对你。你
好，你给我嘚瑟啊，你给我嘚瑟，我投诉你。你投我你这你投诉我我也不怕，奖金有人给我补。咖啡咖啡赶紧的。你站住，咱俩一直在吵架，你什么时候给我冲的咖啡？上客人没喝完，特意给你剩的。行，我本来啊是到你这咖啡馆来散散心的，你今天惹了我一肚子气。多少钱？68。68，100块钱不用找了。你等会儿，给。你听不见呢？听不明白呢？不用找了，给你的小费。我都这种态度了，你凭什么给我小费啊？拿走。好，好，好，你赢了啊！你让我不痛快是不是？云云，我告诉你，我要是再进你这个咖啡馆，我要再坐在这儿，我是你孙子。你会回来的。哎，小姨夫，哎，你来干啥来了？最近心情不好，来这儿散散心。哎哎哎，你来这儿散心啊？你回去吧，这里边是个母夜叉。什么母夜叉？哎呀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正找你有事呢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欢迎光临。你好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要是再坐在这儿，你是什么？我是孙悟空。猴子，我跟你说，猴子。谁是猴子？哥哥。你要喝点什么？莹莹，我就想来杯咖啡。我们这儿有四种口味，这样哥哥，我给你选一个最适合你的口味喝啊。好的。哎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莹儿啊，嗯，你是不是又漂亮了？哪有呀，哥哥，你净逗我，我这还愁着找不着男朋友呢。你找不着男朋友？对，永远都找不到男朋友。闭嘴。就你这样的。啊，要样有样，要个有个，你找不着男朋友都排成大队让你挑吧。哎呀真好。嗯，你看你这种人吧，啊，我这种大个也喜欢，啊，他那种小个也喜欢。我不喜欢，我这么高我也不喜欢。等一会儿测个光。这又是干嘛？如果拍的不好的话公司要扣钱的。啊。莹儿，准备。哎，你要不要换件衣服？我，你这个人真逗。开始。嗯。亲爱的莲，亲爱的莲，亲爱的莲，亲爱的莲。你往下读。一篇都是。亲爱的莲，你知道我是深深的爱着你吗？我也知道你是深深的爱着我，可是有些话我不得不说了，我们分手吧。如果你没听懂的话，我就再说一遍，我们分手吧，不在一起了，永远不要见面了，李春明。祝你生日快乐。不是你等会儿，怎么回事？信上就这么写的。他怎么跟你说的？他啥也没说就给我信让我送来。我要给他回信。回信行，那你是写信呢还是录像？我录。录像我另收费的。钱少不了你的。好，预备开始。大姐你有点虚了。气死我了。李春明，你这个混蛋王八蛋，这就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啊。我的父母朋友他们全都在谈论我们的婚事，你倒好，快进来两个字分手。你
说你是男人吗？啊，你就算是男人，你也是变性失败以后的男人。我没什么可跟你说的，咱俩以后再也不要见了，完了。那你看这费用，对方付款。祝你生日快乐。我快乐得了吗？我哎，你说这李春明也是深深的爱着对方吧，又要分手。爱情啊，爱起来山崩地裂，往恨起来地裂山崩啊。第二封看看吧。哎呀，一栋二门三号，连连，还是这家。谁？送快递的。你又来干什么？李春明的信。我不想看。大姐。我比你大吗？不是连连。连连是你叫的。不是这个女的。我也不容易，我是打工的，我要送不到我就扣钱。你就是快点快点快点读快点读。哦，好嘞，等一下啊，要拍啊，再测一下，不测了，开始。亲爱的莲，亲爱的莲，亲烦人，亲爱的莲。我刚刚发出那封信之后，我就后悔了，他后悔了。我痛骂自己是个混蛋、王八蛋，不是男人，是也是个变性失败后的男人。他都知道。莲呐，我虽然买不起你要的车和房，可是请你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兑现我对你的承诺。我爱你，我离不开你，请原谅我，我们和好吧。